今天要去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先搭 Metro。到达 DC Union Station。我们今天去 Baltimore 要搭一个 Mark， 它是一个火车，去 Baltimore 的火车。Let's go。刚走到出口，这个才是Mark 的那如果要去 Baltimore 要在 Track 10，然后搭这个到Baltimore 方向的，那这就是Mark。Let's go。对啊 ，Mark Train， 它有上下两层。出发巴尔的摩，我们隔壁是 Amtrak。我们今天搭的是 Mark， 然后它是双层的，然后我们今天坐在上层，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来到巴尔的摩 Penn Station。这个据说是最后一站 ，Mark。是 Baltimore 的 Penn Station。是 Baltimore Penn Station 车站外面。然后一出来就是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直接去图书馆，然后前面这一块他们叫做 The Beach， 虽然不是 Beach， 他们在这边没有沙滩。Hopkins University， 就很多也是有合作关系，所以挂牌。OK。我觉得这家还不错。哦，这家。对，这家吃什么？就意大利面啊，还有一些。JHU 旁边的一个艺术博物馆。JHU 音乐厅，其实里面没。对啊，没有不一定，美国人很喜欢。对，美国人是很爱晒。越热越他们越喜欢。很认真呢，假日还在做实验。我是看到别人有那墙没有，我才发现。对，他根本没有，因为第一次在美国，就是我都很紧张，因为好像。安吉需要的吗 ？History of Art。你可以去拍。
kids down there, they were just so excited.这是 JHU 体育馆。森林旁边这个是 JHU 的 Biology Department。我知道每次换。这是 JHU 的啊、吉祥物，叫做 Blue Jay 嘛，对不对？对对 ，Blue Jay， 它是个鸟、啊。OK， 就是个鸟。然后你看，哦，他都会写在上面。然后有一年就特别低，所以就是现在在 JHU 图书馆里面。是 Johns Hopkins 的 Engineering Building， 叫 Ames Hall。那旁边这个 Krieger Hall， 我想应该也是。相关的，在里面点对啊对啊，这里是 JHU 的这个医学院校区医院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那个 ready to go。 OK， 这个是Johns Hopkins 的 nursing。 这是 Johns Hopkins 的 Hospital of the Bridge， 连通这一栋和以及左边这栋 Children's Center。那这边是医学院校区啊，Cancer Center， 它上面写的。Hopkins 的专业图书馆，专业完美图书馆拍照景点。Library。阿尔蒂摩看房团，刚好这个带我们逛的人要看房，然后所以我们跟着他看房。
如果他不要钱就超推这样子。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伯们也都是超推。哦。我说我要去办游，他说一定要去 aquarium。aquarium。真的真的。我自己是没去，但是我看朋友的发现，他们在上面访问，很搞笑。项目。就是 party 那种。嘿，应该他们是。